走，我不动了。哦，你一起来十八起才走啊？那我要投诉你。对呀、啊，小姐，你信不信？不要，我们直接合体，就是对面对线沙漠女皇，好吧？我投诉你了，小姐，你信不信？嗯。别呀、啊，别呀、啊，别、啊。你不信啊？你不信，我现在就打开比心 APP。你比心上面有你的个人动态吗？有呀，动态的都是我。动态都是你，我看看你啊。都是我发的。比心 ID 是多少？你重新报一下，我听一下。54981484，是我说话大舌头吗？54981484是吧？对对对。哦，看到你了。是平常。兄弟们，你们点关注了没有？这小姐姐是不是你们喜欢的类型？瑞萌萌穿了个 cos 服。都找不到我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顺带点个关注啊。好，游戏开始。烦恼之物们最好在墓穴中沉。打金属大师，一起学一个，带个多兰之剑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属意吗？和他双排吗？哥，一起学艺。你的麦可以稍微贴一下嘴边，因为你的声音是那种忽大忽小的，就稍微调一下。哦、可能有一点、我怕拿太近了会有呼吸的声音。这个、没事没事没事，就是你可以就讲话清楚一点就行了。好，好，好的好的。全军出击。小姐，你是重庆人是吧？啊，我不是重庆人，我是湖北的，我只是去重庆玩而已。哦，你说动态的那个照片是吧？你重庆玩什么呀？就本来是和我哥他们去玩的，他们过年的时候骗我去，结果去了几天，在民宿喝了几天酒。哦，喝酒啊？你酒量怎么样？嗯，这个不知道怎么说吧。还可以吧，还可以啊。你啤酒能干几瓶啊？嗯，看你喝多快，喝的不快的话，可以陪你多喝一点。哦，感觉你酒量还可以啊，讲道理。嗯，可能是读小学的时候，我爸那个时候没人喝酒，就叫我一起喝啤酒。哦，你喜欢喝啤的还是喝什么酒啊？嗯，喝啤酒喝红酒都可以吧。这下路送的有点快啊。下路送了，你不用管他们呀，你这把就跟我双排就行了。嗯，好吧。好，我是给他发个信号，这人死了。哎，他两级学这个呀？我还没。你是真地皮，你是走位，我好。有机会啊，感觉可以来干黑一下。有些事。好。他已经没有药了，随时可以来。我能不能先抓一下中路呀？这个人，你别抓，你就抓我，你就帮我抓，你其他路别来。不是，我可以，哎，我可以拿这个人头呀。格局低了，小姐，你这把是跟我玩游戏的，讲道理。好的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这把是跟我玩游戏的，不是跟其他人玩游戏的。懂了，懂了，来了，来了。等我好吗？来了，这个人太他妈嚣张了。这他妈的，你拦着，这人太嚣张了。干我红 buff 都不打，他做眼了吗？哎，杨伟，TP 了，我操，对面投降了，我日你哥！好吧，这才谁顶得住？怎么投降了？我吐了。三分钟了呀。三分钟了，操。来。刚没有想去抓下路，先给他发个信号，他一级上去被点的话肯定杀不了。哦。那你这么晚下班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一般正常老板打游戏的话像六点七点这样就在玩。嗯，好晚。
我是干啥的？我是老板，我是开公司的，我的客户遍布了整个城市，只要你给钱，我就能提供拍照上门服务。怎么听起来像全国直飞？那你飞吗，小姐？不了，这个、哦、这种事情就听一听就好了。我感觉你很懂啊，你小姐。啊，你多大了？就因为平常家有些男孩子比较多，他们可能不怎么把我当妹子，然后开车开的比较多。哦，像咱们公司的话是专注于拍摄的一个企业，好吧？就是拍照片嘛。对对，只要你给钱，只要给钱就可以提供上门拍照啊。贵吗？那我下次拍照的时候可以了解一下。你要拍什么类型的？婚纱、艺术写真都可以的。你喜欢拍什么类型的婚纱照呀？问一下，在你们那边就订婚纱的是婚纱的话能送那个就有赠品吗？赠品啊，赠送你啥呀？就哎，就是那个什么，对吧？你这个讲话跟那个老奶奶钻被窝磨磨唧唧的，你这个人可以能不能讲话一次性讲完，磨磨唧唧的。这你就不懂了。一般说话说一半留一半，就你想那个照片不能一个人拍吧，对不对？这话说到这不是想你懂不懂？我不懂，小姐你讲完好吧，我真不懂。哎，揣着明白装糊涂有问题。就送一个那个什么，送个男孩子嘛，对吧？送个男孩子？对啊，你们公司有吗？那也不是不能送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这个咋了？应该不至于强买强卖吧，我觉得不是很好。哎，不是很合适。这个讲话这个磨磨唧唧的，你这个小姐讲有啥就讲嘛，这个拐弯抹角的干啥呀？跟你讲话是真的有点累。我这不是为了照顾你的自尊心吗？我要是直接说你不行，那你不就坏起来了？差评啊，必须差评，居然瞧不起老板。别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必须差评啊，你那个小姐。别给差评啊，给差评又接不到单了，直接去你公司门口坐着哭。不差评也行好吧，问你几个问题回答我、好吧。真心话大冒险吗？行呀，可以的。什么真心话大冒险？就要如实回答，不能骗人，对不？这把的话，我打赛恩的话，我来想一下，带什么符文天赋啊？带个赛恩的，那个奥恩是护甲伤害还是魔抗伤害啊？你知不知道？他的那个吐火好像是魔法伤害吧？这个羊我也没玩过。大乱斗玩过。像你除了做陪玩还打游戏，就还要陪什么呀？陪我哥喝酒。陪你哥喝酒啥意思啊？对啊，就我哥他们不是一般在外地嘛，他们回家了之后就第一时间会给我打电话，然后就叫我出去玩，然后就会和他们一起喝酒呀。是亲哥哥还是就是不是亲哥哥？表哥亲表哥。对啊，我们家就我一个，没有亲哥哥。你表哥老喊你喝酒干啥呀？啊，你表哥老让你喝酒干啥呀？因为我比较小吧，就我妈妈是我这边年纪最小的，然后我是我这边年纪最小的，就年纪跨度太大了，然后我表哥没人玩嘛，就一般都叫我出去玩。现在的年轻人不都是去玩什么密室逃脱啊？你平时会玩吗？我平时不怎么出门的，就除了我哥叫我的时候，我都不怎么出门。哦，你哥的话多大啊？你多大啊？我哥是96的。你哥才96啊？那你九几的呀？我零
你零一的这么小啊？零一今年多大？20岁啊？21。零一怎么是21岁啊？哦，20。虚岁啊？虚21岁是吧？哦，那你很小了。那你01年你不读书啊？这个就反正读书的时候比较叛逆嘛，然后哦，懂了。现在等着拿毕业证就行了呀。哎，你读书比较叛逆，跟拿毕业证好像有点冲突吧？不是，因为读高中那会儿是学的就很复杂嘛，本来是学的美术，以后要上本的，然后比较叛逆，那个时候迷上了游戏，然后跟家里人吵架。我妈气不过嘛，也就不怎么管，反正就现在就等着拿那个专科的毕业证。哦，专科，你学的什么专业啊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妈妈给我弄的。你都不知道？我靠，你妈妈给你弄啥意思啊？你这读是专科，你不知道你什么毕业证？嗯，这个有关系啊，有关系。哦、那非常不好，小姐，这个我要点评批评一下你啊。小姐，这是行为非常不好。小姐，你今年的话有找男朋友吗？之前有，怎么突然就没有了？他比较忙，然后也不怎么理我，就太忙了。太忙了。就是他有他的生活，然后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比较粘人，不太对嘛。然后有时候。你是粘人的是吧？也不是很粘人吧，反正现在不粘了。哦，粘人挺好的，男孩子挺喜欢粘人的那个女朋友的，粘的好。有的喜欢，有的不喜欢嘛，然后就。不喜欢是那种。都喜欢的，不喜欢是因为不够，就是怕你，因为他的私人空间就少了，这个时候他就会去做一些，你懂，你能听懂吗？嗯，他不是，他也喜欢打游戏，然后他天天都和他的朋友一起玩。你大爷的，这人一起学 W 喷火，我靠，这谁顶得住？我刷完三郎把这个蓝打了就上。我锤死你！这么喜欢单挑，来呗，来单挑来 ，A 你，重锤！你要这么刚的话，来刚 ，A 你，别装逼好不好？重锤过来，有头拿，小姐姐，真的，这个人离屎不远了。啊、重锤，我二级，我没有 A 你。我把这个蓝打了吧，我三级上来就稳一下。你还头有头拿呀？你还打啥蓝呢？这个这么点血，你在等啥呀？他快死了呀！来了，错了，我来了。好血，干他！插眼，他有闪，他想换我，不给机会。好，你干他。好，你拿吧。漂亮，对吧？你不要。我想到三的，我怕那个卡影过来蹲我们，卡影刷的太快。你到三有啥用？你不，你格局低了，小姐。你的目的是服务好老板。懂不懂？我觉得陪玩这个行业它是服务行业，服务一定要好。对不起，我打完这个蓝上来再帮你抓一波。你服务好了，别说这个蓝了，我要给你加单都可以，好吧？好，对不起，我的问题，我哦，等一下。好，他死了，我来了，我有 Q。漂亮，太爽了！我有野区藏獒，你有没有？给 Q， 对吧？你小姐，你这个你不能说你的游戏体验好才行，你让老板的游戏体验好，打得开心，那下次肯定会点你单，好吗？嗯，懂了，我的问题，我懂了。啊，没有说你的问题啊，我在教你当成一个比较优质的陪玩，好吗？你知道你为什么才几百个粉丝吗？你做多久了？嗯，
我没多久。你做多久陪玩了？哎呀，杀不死了，不想找死。哎，来呗，枯萎，好溜。谁打野？你第一波把他这个兵线，嗯，他这个兵线回推了，我再过来。嗯，过来啊，你想过来现在就可以过来，想到了，现在可以随时杀他。这个我回去出个法穿鞋吧，我一千三了。好的好的，我溜了。这个人他妈不让我回家过分了。没有什么状态，我怕被你换了，我怕他把你换了。把我换了，我没事，问题不大。耀光950差钱，差30块钱买个 CD 鞋，他不香吗？嗯，等一双鞋他不香吗？别急，穿双鞋还是非常香的。谢谢 ，call me， 嗯 ，TP 一下，嗯 ，only gay 了 ，AQ， 这卡一直播应该要过了。哟，怎么说 ？EQ， 哎，你确定？枯萎，你发回来吧。Q， 感觉你可以单吃了呀。我确实可以单吃他呀。哦，他走了，他回家了吗？可能看到你有眼，可能被眼看到了。重锤，嗯，我打断他，你推吧。重锤，推吗？嗯，好，那我推了，你卡一下线啊，你卡一下线，我马上6级了。重锤，那我不等了。哎，我不等了，他抓我。他撞你是吧？你是他撞我，对，他撞我，他不讲道理，他撞我。可以啊，你这个我感觉比心上的小姐姐实力都还可以的。我这一看你应该就是本人。我想给你的。你这一看，我想给你的，他撞我。你这一看就是本人在玩啊！你这个不去打职业可惜了呀。哎呦，我以前比较差，完了这个人哎可以杀了，我去看一下刚才怎么。你这不打职业可惜了呀，小姐姐有想过打职业吗？我以前打的 PUBG 的。你以前打过飞车啊？不是打过那个职业是吧？绝地。哦。去了一段时间，觉得不太适合。太热。不太适合我。那个时候的对象就是这么认识的。哦。我重锤，我可以 A 你。重锤，来。他应该没有闪吧？就我这点血，无情单杀了。羊吗？刚才他没有交闪。开大，杨伟给 Q， 哎，他他妈有闪呢。走位。对呀、啊，他不是一直都没交吗？卡影直播要去上哦。哎呦，他怎么有闪现呢？我以为他没有闪呀、啊。他一直都没有交的呀。你说他第一波有闪。我抓了他两波，他没有交闪。他没交闪，我以为他你抓他给他抓闪现交了。他没交、嗯，他没交，他在场下顶我一下，我直接把他杀了呀。小野，你怎么又去下楼刷野了？咱们不是上野双排的吗？啊？我的问题。你别去，你别去其他路呀，就抓我上路呀，给我抓超神，他不香吗？好。他好的，我这不是顺路，我这不是顺路，我现在过来。你别去其他路呀！我你看你这一走我就死了、嗯，是吧？我这波是顺路。嗯。我怎么打不过他？我狗头打不过这个，我狗打不过这个公牛吗？不应该吧？能越塔不？咱们两个。嗯。越塔有点难，我看一下他出的红水晶应该可以吧？我试一下。嗯，我想去刷他了。打野我没有怪你啊，不是怪你的意思，因为我想咱们彼此的、他看到我了，他看到我了，因为我想我咱们彼此的交流会更多一点，不仅是语言上的交流，游戏的上的交流也可以多一点。来，我们直接越塔、啊、没有关系，我先打他一套。可以，我来了。怎么说？你，我来越塔，重锤，枯萎，重锤，可以，你看，是吧？嗯，对的，卡影来了，卡影有大的，没事，不要慌他，你走吧。我不慌张，我在这里帮你卡一下，他有大的肯定想杀你。好的，你走，发育一下，非常舒服。
可以杀他，好像可以杀吗？来，我先砍，我先杨伟 ，A Q E， 哎 ，Q， 重锤火花，屌不屌？可以吧？可以，厉害的。我这一 Q 直接给凯眼砸到土里边去了，插个眼，嗯。实力可以啊，讲道理。你的英雄联盟大概你的水平在有钻石吗？应该，我本来就是个钻石呀，我为什么在这应该？你本来是钻级啊？我本来之前是大师，然后后来不是去打那个PUBG了吗？哦，PUBG。不过大师也是打下路，如果说单排的话，我是没有。自己打过几把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小姐，挺好的。正好我朋友都比较菜，我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，可以平时带他上上分什么的。像你平时点你一单的话，得多少钱呢？就你的单价？就35呀，35一把。赵恩是不是在这个槽里啊？35一把，可以的。嗯。我没看到，他刚才在这露了个头，在槽里吗？不在，不玩了吧？这个人，咱可以越塔啊！讲道理，有意，我知道，但是没看到他。哦，没看到。我刚打完这个燃就想来抓的。一看就是自己在玩的，小姐，你这个，感觉你玩的英雄都挺适合上分的，讲道理。哟，铁头功。之前有在玩钱呢，等一下我过来。咱这不在下路，我这火龙要重锤火花，杨伟接重锤火花，接大接平 A， 接重锤火花，接重锤火花，接重锤，哦，不用帮我推，我吃打皮，重锤火花。那我去打峡谷。重锤火花，重锤火。这把这个奥恩跟蜘蛛和狗头对线，直接这把对线沙漠女皇，叫猪狗组合，我们叫，你当猪还是当狗的？我玩的是狗啊，你玩的是猪啊，猪狗组合吗？没问题啊，可以的。重锤火花，我在打峡谷呀，这个人 A J Q， 我没蓝了，你打不过我 Q， 哎哎哎，你们的杀是问题，哎呀。别气，哎呦，这个人怎么伤害这么高呀，小姐？没事。他奥恩好像有真实伤害，我看一下。这他妈过分了呀！他怎么我怎么打不过他呀？这他妈能顶得住啊？你要这么搞的话，我有点生气了。哎，我杀不死他，有点肉这个人。破线者。魔抗血。我有 TP， 没事，问题不大。还不走，我来了，给，哎，我来，哎，你别、啊、别动手，对不起，你怎么动，怎么，对不起，你给我喝口汤，他先动手的，你给我喝，他先动手的，你给我喝口汤也行呢，你怎么直接给他杀了呢？我的，他先动的手，不是我先动的手呀，我开始偷塔了，对不起，他塔没了，来得及吗？重锤。重锤，那你太强了呀！咱俩打这个分段，我没回家，好久没回家。过于太简单了呀！重锤，我先把这个一塔拿了，是不是一塔？咱俩现在拿的是一塔，应该重锤，杨伟，我要回国家。Q 假装打不过，开大重锤，敲死你！看这波在下路回家，可能会去上路。敲死你！没事，不要慌，就我这种没有蓝的，他可能不一定打得过我。哦，好的。重锤，好溜了。重锤，偷你二塔，
确定能救一下吗？走位、啊、不是哪有，救命呀、啊、救救孩子呀、啊、Holy shit 我操，重回放心，我操，这凯隐怎么变成红凯了，变蓝凯都好了，破剑者，嗯，哎呦，锤石怎么来了呀，坏起来了，破剑者一出，再来一个冰霜之心，这个凯隐打人有点痛，哎，这坏起来了呀，我操，小戴坏起来了，没事没事，按错了，我已经无敌了，小姐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嗯，对的，我狗头已经无敌了，接下来我要开始，我瞎，我想开扫描，忘记自己是个瞎姑了，按错了，接下来我要开启我的无敌偷塔模式，我先把你蓝偷了，不过分吗？不过分，你吃吧，我就没想到这个一技为什么九级要打我的红，我傻了，像你平时接单的时候有遇到让你心动的老板吗？啊，心动的老板，心动的，就听他声音、嗯、有些网络上那些小哥哥声音可好听了，开个变声器，我没注意，没有吗？有没有那种遇到那种，我没，我不是声控，所以注意别人的声音也没有。哦，你不是声控，那你是什么控？我制服控。制服？哪有男的和穿制服的呀？可以，有呀，像那个，嗯，打比方说就是警察呀，就是那种特殊职业，不是有吗？那警察也不能，对吧？那你这个不行的呀，那，嗯，这没事的呀，嗯，你喜欢那个？坏起来。托尼老师吗你？托尼老师就那种头发五颜六色的吗、啊、不是，就是做头发的，帮女孩子做头发的托尼老师。嗯，不是很喜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喜欢托尼老师呢？就是感觉理发店接触的女孩子会很多，然后我这个人比较小心眼儿。哦，比较会容易吃醋是吧？是的。哦、但是如果他就是那种比较特别讲分寸的话也还可以、哦、也不是说特别歧视吧。那你觉得我这种怎么样？我看那种拍照公司的平时会给模特拍一些照片，就是我没有对什么职业有意见，只是说他相处的环境和他做事的方式，如果说会懂得保持距离的话肯定是可以的呀。可以了，小姐，你这个三观还是比较正常的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就是工作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去选择的话、嗯、看你自己的做法。哦，确实这一点说的非常好。嗯，接触的女孩子多不代表是渣男，对吧？往往那些表面上戴着个眼镜装着很斯文，实际上完了捉瞎了送了。嗯，当然咱们不能对号入座，这个肯定是不行的。嗯，小姐姐，你喜欢那个？烦恼之物们最好在墓穴中沉睡。比你小的吗？嗯，这一闪没中，比我小的。啊。我这年龄大小不能判断别人，就是如果说思想比较成熟就好了。这两个逼，你们两个好像是有点不怕死了，我忍不了了，我靠，三个是吧？很多人，四个，四个是吧？对，我在路上，能坚持吗？我操他妈了个巴子，四个人过分了呀！他们下路有点崩了，我偷下塔了。好，我去把峡谷打了，你。有这个过分了呀，四个人那就一点办法没有了，我出一个新装备厌恨锁链，把这个锁链给谁啊，好像没啥用，下线出一个，这把对面谁打我怎么通啊，凯隐打我怎么通，我凯隐吧，
凯隐打我这么痛，我出啥呀？什么这个东西？没什么装备哦，这个只有新装备刻凯隐啊，其他装备刻不了凯隐。来个厌恨锁链，直接 TP， 直接带线。别看了，你过来拿这个峡谷吧。不拿不拿。我出个厌恨锁链反哦，出个反甲，等下再出个反甲，无敌了。我现在五百的 Q， 十九分钟五百 Q， 很厉害了这一把。嗯。五百 Q， 接下来一个 Q 一个小法师，刚才那小法师差点给我 Q 死了。他不带线吗？嗯、这个人。爆头！爆头！爆头！蛤蟆吃了。最好是等他们中路推过去，你再待下就会安全一点。陪玩。有人建议谈恋爱千万不要跟陪玩小姐姐谈恋爱，因为陪玩小姐天天遇到的小哥哥太多了，好吧？我怎么说呢？根本没有。就像有的，就像有的人性格是这样，有的人性格是那样，不能枯萎。铁头功，来来来，能来吗、哎？你们两个有点嚣张，你们两个有点嚣张，你们两个有点嚣张。这个凯隐怎么打我这么痛啊？我狗头人有点难受了。他红凯呀、啊，而且有黑切的。翘首令卢，没棒子了，这他妈谁顶得住？这个绫罗娃娃跟你单带就好了呀，那、嗯、上路线没地方清，嗯，风龙要不了了。这个我出反甲，他应该打不过我吧？出反甲没用啊，他是破甲的。我出反甲没有用啊，他这个回血，他其实不是靠回血的，他靠那个百分比伤害的。讲道理，他现在打我这么痛，是一直因为他那个百分比打我太痛了。讲道理，不是吧？我肯定要得单带的，这把我出这个破剑者肯定要单带的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继续开始单带模式，这个 B 是不是换人了？感觉好像是换人了。没有，他进化了和没进化是两个英雄、嗯、前面可以欺负的，就下路和中路给了太多机会了。对面已经拿三条小龙了，没事，不要慌，我会偷出一片天，再把看好了。这个石头人要去找这个，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偷塔狂魔。嗯，但是你们能不能一起走啊？就是你们不要单带了，我出这个新装备我单带还可以。你们没啥机会了，你们别单带啊，这不然的话感觉不太好打。中路两个，我觉得凯隐又要过来找我了。他再过来，我真干他了。凯隐现在打得过你了？凯隐打不过我了，我现在有反甲，而且我有闪现。他再过来的话，只要他一个人过来，我随便杀他。让他喊爹过来，那我也打不过他了。重锤火花，他应该和商太一起去抓你了。重锤火花。来了，重锤火花！你们两个确定吗？你们两个好像有点不怕死了，交闪行不行？能不能救一下？枯萎可以在路上。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！他们走了，他们走了，他们走了，没事的。好的，闪现没事，闪现早用走 CD。他们现在不怕我，他们老想过来杀我。我出了厌恨锁链，我就不怕他了。把这个厌恨锁链用在他身上应该就好一点，2500块有点便宜。讲道理，漂亮，我也 TP 啊，感觉可以打大龙 TP 一下啊，枯萎，重锤 E 开大，重锤，重锤，哎呦，重锤敲，还有你这个 B 是最烦的，能杀不？凯隐死了是吧？可以杀，凯隐没死，凯隐没死，回家了。杨伟开锁链恨打我身上没有用，兄弟，杨伟我血活的有点多，重锤还差一点，来把这个塔推了，来推塔、嗯、推塔，溜了溜了，小法师，哎，闪现是吧？哎，想杀我？对，闪现了，重锤，等一下，重锤
300块拿来，不亏，买一个绿奖，下一下买个绿奖。这个我这个锁链为什么才减免54点伤害？怎么伤害这么低啊？它这个是持续的，就是你要在战斗过程中，然后它会一点一点给你加。哦，你看到了吗？至多会减30%。对，在满层时，你的仇敌在你附近时，会降低20%的韧性。那伤害减的。有时间的。你出过这个装备是吧？我没有出过，但是看过说明，它是有一个怎么说呢，就是引导时间吧，就是要叠的，装备是要叠的。小姐，你又给我上了一课，感觉你应该是技术陪玩，我觉得你还可以的。我刚才看，我刚才看你的比心动态，你那个还会 cosplay 吗？你是，我感觉你长得也挺好看的，讲道理。我是正常人吧，只能说好看不至于。哦，你这个我必须要给你买点粉丝，小姐，你这个太好了啊，我必须要支持你一下。我打团了，我不单单了。嗯，要打团了。这个石头人下路给了太多机会了。重锤火花。走吧，有人来了，应该是奥恩在后面或者小法。他们两个老是。我是从这边过来了。你看这怎么打，啊，一来他妈来三四个，要抱团的，要抱团。他们不该在中路了，这波推上路或者推下路就好了。鞋卖了，鞋卖了，这鞋换一个，鞋换个布甲鞋，换一个魔抗鞋吧。为什么换魔抗鞋啊？对面控多啊。行，换个魔抗鞋。哎呦，小姐可以啊，故意出一个布甲鞋让你有参与感。可以，我出个魔抗鞋。你的游戏理解好像还可以啊。我有 TP， 嗯，有 T 没用，没有野。我有 TP， 我有 TP， 嗯，这边没有眼给你。这个奥恩他妈什么时候16级了？我才15级，他16级了。他也在打。小龙吧，小龙吧，小龙吧，来小龙。嗯，我正好 TP 呀。嗯，这一在又去给机会了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不用不用管他，重锤。走吧。重锤，他们来的很快，我先重锤，赶紧来小龙。这个小龙能打吧？我来了，我感觉应该是有点难了。石头人来了，我们三个人包的话能包得死不？石头人不来了，石头人不会来的，这个人很奇怪。来了，哎，别去了，哥，四个人还是五个人？石头人来了，石头人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是他，杨伟。重锤，重锤！你大爷的，忍你很久了，小逼崽子，忍你很久了。啊，你从这边过来。我操，一个大满血了。是啊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明知道小龙的这个人要过去。那我还不如去偷塔呢，想到里。那这一波的话，说实话，我留个 TP 直接一波了，偷塔了。哎呀，我应该没事没事。我重伤出了，捡了。在这边的时候，那个石头人在中路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打不了了。得秒这个打野，这个石头人咱们不秒这打野赢不了，他还想反杀这个人。怎么说？可以的，他E好了。我偷塔了，我偷塔了，感觉打团我没啥用。这两个人又送了。没事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打定。这个英雄挺强的。德文，你看，我操，厉害，屌！这个人是中单还是打野？这个人中单还可以。中单是中单。那我带不上，你们去下吧。你们去下，你们去下路带，我上路偷塔，不然话我……哎，我傻了呀！石头人怎么又死了？咱们分带吧。不然这个凯隐过来抓我，我没办法。嗯，不单带吗？你跟中单分带吧，这个下路两个人问题有点大。不单带吗？我觉得可以单带啊。我不饿，老妈。你和中单可以，凯隐没活的话可以。
又来了，哎呦，这个人好烦啊！这个奥文他妈的有点烦，我觉得凯隐他又来搞我了，溜了，单带反正不能死，溜了，单带不能死，没办法，河蟹准备出来了，吃个蟹，吃个蟹不过分吧？吃个蟹不过分吧？我感觉我700Q 没啥用，我都700个 Q 了，讲道理我应该这个点应该接管比赛，但是感觉对于对面这个阵容我好像没什么用，正好这个凯隐出个红凯打我特，哎，我来了，来我来了，重锤火花，在路上，重锤火花，重锤火花，重锤火花，就你打野可以抓，我家打野不行啊，我家打野没有啊，装逼，这波可以单带，我单带一下，我单带，他死了，我单带。那EZ怎么又死了呀？你们推中啊，你们去中，我上路带一下。我在等，我在等，你带着。中路，中路给点压力，不然的话我上路不好带。凯隐在这里，凯隐在这里，你带着。可以，我单带，我单带。凯隐在河道。你们只负责给压力。好，漂亮，打架就行。我直接偷他高地，他高地这一波高地应该没了。立起来也没有，高地应该是没有。嗯，得走了，来了。我必须把这个，我死了没事，这个高地得推啊。可以走了。又来了，操，好吧。哎呦，有点恶心，操。控太多了。这凯隐他妈打我跟切菜一样，讲道理。又加了一个。没事，他这个高地推了，我现在去下路推高地。你们现在就是打架的话，就别死，就拉扯就行。我偷下。我也想，但是这个 EZ 每次死的不明不白。我偷个下，我偷个下。兄弟们，给这个小姐姐值不值得你们点个关注，兄弟们，你们自己说。我们。我觉得应该挺值得大家去点个关注的，大家去的给这个。我们带中吧，你下吧，然后。我们在这儿的时候你就可以带过去，不然他先抓你再过来开我们没办法。大家记得给这个比心小姐姐可以关注一下啊，感觉还可以。太无敌了，操了个敌。比心 ID 在左侧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。我傻了。他们可能要打大龙了。我应该换个插眼的，我应该换个，我应该花个眼的。我有 TP。来了。没事，也做的挺好的。他没大，可以杀他。哎，那个辅助在这边。你装逼，我装逼，你装逼。杨伟，爆头，漂亮。可以的。我队友还行，我带下，我带下。重锤哦。我应该换个眼，等一下方便插眼偷塔，还行，这一波赚了，立功了，直接带推800Q， 跟你开玩笑，800Q 的狗头你是第一次见吧，马上1000Q。 这人线上有线不是吃我野区，我才15级。远古巨龙的话好像不行，24秒，要等辅助做眼。远古巨龙，远古巨龙。这个咱必须得杀这个凯隐才行，不杀凯隐也没啥用。我闭了，他们要过来了。你踢过来吗？要先踢。我也踢，我也踢。啊，要先踢，踢这个眼吧。好，那我踢了。其实你们可以打，我感觉我去偷塔怎么样？打吧，打吧，打吧他。这个斩杀龙凯拿到就玩不了了。赶紧打，赶紧打，打打打。龙是我的，nice， 一波，漂亮！这个龙抢的非常到位，他们都在打我，对面把所有伤害全一套
那他已经进来了，他我 Q 成的，我伤害肯定比他高。都想秒我，但是没秒掉，可不可惜啊？我觉得这个塔我可以秒一波了。啊，感觉硬狗头玩的挺厉害的。还好，帮的好，小姐姐帮的还可以。这种事情只能说打野出三分，剩下七分靠自己。小姐姐玩的不错呀，我给你买点粉丝吧。你的比心 ID 多少？54981484。不过买粉丝有用吗？不是说这种事情不做吗？54981484是吧？行，我去给你。54981484。我去给你买一点粉丝，好吧？等一下啊，兄弟们，打开你的比心 APP， 5498，54981484啊！买粉丝就别了，你给我到时候给我个好评吧。兄弟们，你们现在关注就点这么点吧。老板你在吗？咱们直播间人这么多，你们去点帮忙点个关注好吧？行不行？喂，动动你们发财的小丑。我给你点个赞。啊、好的，你进来，我在呢。这小姐姐讲话也还可以，然后这个挺好的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，好吧？兄弟们，行不行？非常感谢。不要浪费钱买粉丝了，你要是方便的话，就帮我多写几个字好评好了。那你给我发一张你的照片，好吧？就是凉快一点的照片，好吧？我有手上有的照片好像都发到比心了。啊，你给我发那个 cos 瑞文的照片，我看看。这个小姐挺不错的，兄弟们，大家可以帮她涨一波粉丝，好吧？花个5秒钟时间，好吧？发到咱们这一直，兄弟们，我这么一直提，让大家关注也累。大家能不能就是我说一次，就大家一次性就给她关注到位？看得见吗？好吧，这么我一直提，大家也烦，好吧？咱们每次点陪玩的时候呢，就是。大家只需要点个关注就行了，好吧？非常感谢，这种不用花钱的啊。嗯，关注一下。嗯，小姐姐实力还是挺不错的，也挺会聊天的。我觉得平时大家如果私底下去点陪玩，可以点，偶尔去点一点，我觉得也挺好。嗯，这把不 C 我怎么摊牌？这把想看 T 魔还是想看巨魔？发在弹幕里面。我这把准备玩一些花一点的英雄。什么花的英雄？就是花里胡哨的英雄。欢迎撩黄呀，撩黄，晚上好呀，撩黄。那我加一下你 YY 好友吧。撩黄，感谢你的超火啊！好，你加一下我的。你要照片吗？我也给我发几。加一下你的 YY 好友。给我发几张凉快的照片吗？这一般我们正规平台不让发，这种正常的应该是可以发的吧？正规平台，我正一楼可以上单吗？算了，我上单吧。我打刀妹，我用巨魔打刀妹好打不？巨魔打刀妹。应该看操作吧。巨魔现在好像挺强的。我打刀妹好像应该好打吧？这个都是看操作。感谢兄弟们的关注啊！这个小姐的 ID 是……我之前看过，好像巨魔一级很强 ，AQA 打那个54981484。小姐的比心 ID 是54981484。如果没有点关注的朋友，可以帮忙点一下54981484。Timo 肯定是打不过刀妹的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考虑过。刀妹中单，问题是刀妹中单，刀妹搬的是诺手，怎么可能是中单呢？我这把来一把透塔流巨魔送给你。巨魔的话打刀妹应该是带强攻吧，应该强攻凯旋攻速致命一击爆破骸骨攻速护甲血量越低坚韧不倒，就问你不香吗？带个屏障它不香吗？带传送吗？方便偷。小姐你发照片没有？凉快的照片发几张？发
发了你的歪歪，发到你歪歪上了。好的，我看一下啊，不凉快不要啊。就两张。哦哟，这么得劲吗，小姐？黑丝。别说的好像我发黄图似的。黑丝诱惑可以啊，小老李。嗯。我觉得影楼应该不是碰到很多好看的妹妹吗？就弄摄影的话，拍照片不应该碰到很多长得特别好看的妹妹，没有吗？这打游戏还要谈业务吗？人就不见了。赢了发腹肌三成。Holy shit！ 来了，小姐姐。